一年一度 TVB 精心炮制的月历又出炉了。作为年度盛事之一，一众艺员都倾巢而出为2016年月历影相。月历以来年推出的剧集做主题，之前就为大家介绍过月历封面以及一至六月份的靓相。去到七月份就由剧集《一屋老友记》一众演员同大家见面。剧中老友鬼鬼的他们戏外同样 friend 过打 band 啊！你都可以讲叫睇住佢大，好唔好啊？当然啦，当然啦，下句咁啊，下句睇住佢大，睇住佢唔系好话。讲下由你初初认识嘅 Bobby 到即系阿倾得埋，佢有咩转变或者你好欣赏佢嘅地方？我欣赏佢。真係講唔出真係講唔出呢一套劇咧係新劇嚟嘅，但係你哋有冇啲故事大家或者資料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？你聽咗未啊？聽到未啊？我聽到係好錯嘅，係啊，因為有劉老師啦，有 Bobby 咧，仲有我哋個成日搞笑嘅收哥啦，你想唔錯都幾難啊！俾你嚟挺胸收腹一次，一二三。刘老师应该赢咗你，点解咧？佢错咗一下喺呢度。刘老师，你不如试下错一下先啦，即系俾错俾刘老师睇，刘老师错俾观众睇。我哋错咗呢啲嘅，冇啦，最尽嘅，本身唔系错嘅人好难错。我哋问下评判啦，各有各，好鬼心啊！佢真系各有各好。